各位同學都有補習的，七月、八月、九月、十月都補了習，有沒有進步呢？會不會是用錯方法導致到自己沒什麼進步呢？我是現代教育的12、13、14、15最高五星星比率英文科導師，讓我在這裡講講我們同學拿五星星的心得。在我桌頭上這一疊呢，是今年拿到五星星的同學，即是這班同學他們的真跡。他們全部的同學在答卷的過程裡面呢，都是用緊我教的完全共通的答卷方法而導致拿到五星星的。例如有reading 的 G 抄，有作文的背文，有speaking 的滋養。我們全部的五星星真跡已經收集回來，就等我在堂上面這一位現代教育的最高五星星比率導師向你完全披露。